黎明在澳门举行演唱会，但是筹办演唱会的澳门公司日品控告香港投资者走数，索偿大约130万。筹办演唱会的负责人表示，事件和黎明无关，而这人那日都没有受事件影响，戴上闪灯皇冠登场的他载歌载舞落力演出啊。过了51岁生日的 Leon 真是活力十足，之后他还献唱情歌哄粉丝。